大家好，我是前田。今天我们来介绍天堂宴有史以来最扯的礼包啊，应该是最扯的，2023年最扯的，应该也是天堂宴史上最扯的礼包，不知道台版会不会出。我们就来介绍，大家睁大眼睛看好。2023年黑色星期五礼包哦，里面的内容有10个袋子2000钻10个袋子，然后10个成长手环，10个最高级抽2个最高级抽，3000荣誉货币，龙之圣水10瓶，然后 pick 2抽10包，然后这1000点的圣水5罐哦，药水就是文样药水5罐，50罐的万人药，5000金粉，你绝对没有看错哦，这个真的是很扯。我应该是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个应该是最好的礼包吧，最佛的礼包。它这样子只卖2000钻，然后可以买8包，可以买8包。然后我为各位计算好了，全部买满会有什么东西。我们仔细看哦，全部买满。16000钻买满有80个袋子，80颗成长手环，16包的最高级抽，24000荣誉货币，80罐龙之圣水，10包的这个圣物包的话是80包，我写错了，80包的圣物抽卡包 ,pick R 的哦。然后那个圣水的话，一罐1000点的话40罐，所以等于有4万的纹样点数，4万的纹样点数，400罐的万人药，这个罐写错了，4万的金粉啊，这个随便看也至少有4000钻的以上的价值。这个如果台版出这个，敢出这个礼包啊，我这个很久没有买礼包的一定买好买满，绝对买满，绝对买满。好了，希望各位喜欢啊这部影片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